Hello， 想想学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乔老师。关于制作钢弹模型，其实非常适合各个年龄层来学习。不管你是小朋友，或是你是中年人，或是你是男生女生，不论任何年龄、任何性别，都很适合学习钢弹模型。在小朋友可以培养他的耐心，那对一些青少年或是一些中年人可以变成他一个回忆的延续，所以其实钢弹模型在制作上也可以很简单，也可以很复杂。那欢迎大家在想想学这个平台跟乔老师一起学习制作钢弹模型。